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月7号报道，全球最强大自行榴弹炮之一 2S7M 马尔卡自行榴弹炮已完成现代化改装，首辆样车将准备交付部队。这款自行榴弹炮的改装工作由乌拉尔运输机械制造厂负责。改造期间，马尔卡的变速箱、分配装置、电源设备、监测设备等进行了更换或更新，进口零件全部替换为俄罗斯国产零件。据介绍，2S7M 马尔卡由苏联时期的 2S7 自行火炮改进而来，射速从原来的每分钟 1.5 发提高到 2.5 发。该炮的最大亮点是其203毫米超大口径，而目前各国主流自行榴弹炮的口径为155毫米，因此马尔卡算得上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的自行榴弹炮之一。该炮除了能发射常规高爆炮弹外，还能兼容战术型的核炮弹。